Radio 首播。我们的万阿姐万芳即将推出新的专辑咯，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。那么我们有一个活动要来募集，那就是到8月5号为止呢，你可以上传这个你跟爸爸的照片哦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文字，你跟爸爸的回忆，然后呢到万芳的粉丝页的活动页面跟我们分享，然后万芳就会选出最佳的作品呢，在节目当中公布一则这个留言，然后还可以获得8月22号万芳在 Legacy 举办的新专辑的发表演唱会，让你跟爸爸一起来参加。我们来听万芳的新歌《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》。我很想说，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总是握着我的手，一个笔画一个字的走，你手心的温度依然温热，温热着我的手背，黑夜里脚踏着飞奔到医院，先洗饭，那是我至今最最人间最美味的美味。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，我在你怀里你那么高兴，是彼此的天使，爱是一朵灿烂的花，芬芳生命的美好，给予坚强的勇气。Music all the time.